稍微上面，阮拢提供的啦。哦，那个砖窑厂的诶客厅，他很诶，那先生是掌握整个砖窑厂的，啊，不会叫伊来拜托。因为我后面他掌握，他把很多我们的档案资料都拿出来。哦，啊，恁头家嘞？哈，头家嘞？最新的。哦。连那个爱河湖的协会都跟他要照片，结果都没有，他讲了。爱河协会跟你拿相片无嫌你哦？都无嫌，你咪讲我唔知影。他们跟他要，他们现在那个广那那个文物馆那个照片都是他提供的，而是他先生说在都没有拿。先生在家的时阵哦，是做这个工地的啦。我讲啥？我亲自在，哦，那水淹到家，家工人拢大家无饭通吃。我拄啊煮一卡饭，阮内底坐人煮一卡饭，先生看着就爱讲。哦，这大家吃吃的人无迄个就讲，啊，卡花饭也无米货，也无啥货，做咧无地主啊，较有通讲米。啊，即马咧？啊，即马我搬去住大楼，住大楼哦。